跟他说，可是你当初不是说你有带那个避孕环吗？哦，他有跟你讲说他有避孕环哦。哎，对啊，所以你才无套的。对啊，其实那个时候我有时候真的蛮秒射的。I'm a player. I could be 渣男，以前可能当过渣男。That's why I'm a player, yo. 領域展開，运动。哪一种运动？而且我告诉你，带着爱的运动，带着爱的运动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有时候真的蛮秒射的样子。你有很多约炮经验吗？我觉得不算多吧。刚从监狱出来，年轻不懂事，旺盛。然后监狱里面每个人都跟我说：“欸 son， 你出狱以后一定要妹。”然后每天跟我讲，我不能在母胎单身。年纪太小，真的。我只能说，2018年我刚回来的时候。我有点就是不太懂事，这样不太懂就是女生的一些美嘎，然后我就很相信说女生说的话，结果惹了一大堆问题。有女朋友的情况，你杀她出来，然后说你跟她约炮，然后害她那个怀孕又给你堕胎，这样。我会跟她说，可是你当初不是说你有带那个避孕环吗？哦，她有跟你讲说她有避孕环哦。哎，对啊，所以你才无套的。对啊 ，but。这改变不了我依然是一个渣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还跟她上床，为了想要救她，不想让她做一些傻事情，然后就在跟女前任交往的一个第一个礼拜的时候，去米莎的家，又顺了米莎的，又顺了我们两个人的意吼，然后又在打最后一次炮，又 do again。有时候我爱太多，然后有些女生忍不住就是失去我的感觉，然后就会引发很多事情。但我现在是事业为主啊，我现在因为就是我觉得我欠很多人很多，不管是人情债还是金钱上的债务，我在 hold 住我这些能量，就是不跟女生乱来。别人随时都可以跟我做啊，纯爱，这样。